即张树啊，哦，盆栽，伊是有生命，所以有生命诶时阵候，伊呐一只一张规矩球阵会结出一个规子。咱今仔要甲大家谈一个观念，咱人拢党有爱心，爱心，爱心，爱心就是树啊。所以今日警察甲咱讲啊，讲咱既然是上帝诶，子民，是上帝所疼诶，上帝所敬选诶，咱着爱尊照。 谦卑的心、忍耐的心、哦，温柔的心、哦，啊，慈悲的心、温、嗯、足的心，咱、嗯、今日来讲一句叫做恩慈的心。然后伊讲最后呢，都、就是要有听心，听心就是联络所有咱其他的这些好的品行。所以咱简单讲个几下，就用即个比喻是讲，听心就敢若亲像一张球啊，哦，听心就是即个球啊。啊，然后呢？ 对天心会发出一挂果子来，哦，发出来果子就是忍耐啦，哦，然后呢有稳定资币啦，哦，有怜悯别人啦，哦，啊会当有足侪足侪好诶其他诶品行吼，拢、哦、总雕伫即张树啊，所以即张树啊连接所有诶果子安尼啦，所以天心是联络所有者好诶品格是天心，但是呢，咱。 已经讲过真侪真侪，讲一个基督徒著爱会谦卑，和爱会忍耐，爱会温柔，哦，爱爱安怎安怎，这著是即个树顶的一块果子。以咱简单讲今仔面来讲的是温足吼，温足著是一种行动，有一种行动。咱你讲，若讲著怜悯诶时，阵，是代表讲你在摕钱、摕时间、摕啥物吼？你是互人物件，即个叫做怜悯嘛。 人著是讲，你会当对别人有一个实质上的帮助，无论是你用金钱，你用你的诶，你你的手中的资源，会当来协助人嘛，是、這、一个行动嘛，吼。安尼讲温柔，温柔是一个足柔嫩的心嘛，哦，你心中也有疼心，会发出一个柔嫩，迄、那个柔嫩自然的种行为，会当体谅别人，迄叫做温柔，因为你足柔嫩，所以你会当谅解。 你嘅人生嘅经验是足丰富，所以足自然，你也真快哦。所以你也足柔和、柔嫩哦，也当体谅人温柔啊。稳足都不敢讲啊，稳足简单讲就是稳定、自卑。即、這个讲，你用一寡实际行动，无一定是提钱哦。实际讲，你也做一寡动作，你是为人好，唔是为家己好。单简简单讲就是安尼。 稳定，稳定就是讲你互别人个是伊原本无应该得到个。咱讲伊得抱怨，就是、这个意思。原本伊所做所为无值得你对伊遮尔好，但是你有原你互伊稳定，因为即个稳定诶内面你是有一个自卑诶一个心，哦，所以温”字即两字恩时是稳定自卑。咱用中文来讲，就是、这个意思。这个好诶参照哈。 父母来起见，你来用囡仔的行为来看吼，我、喔喔、实在足无值得嘞，你知哦？啊，咱苏一清、苏苏一江、苏一清，咱是来囡仔过好，爱吃香喝好，干来样柴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，干来、喔、样好尔啦。哦、喔，干来样当买嘞吼发脾气安尼尔啦。你来用伊的行为吼，实在无值得你来扯大汉。你来看一个囡仔的行为，伊、喔、也不用叹气啊啦，爱弄了钱嘞，啊，你起这个家要创啥？哦、喔，那都是稳定。 所以咱那就先了解，每一个世界的人，活在世间拢是稳定。因为你也未用谈的时阵，你也未用说话的时阵，你犹阁未用变笨手。你对一个家庭无任何贡献的时阵，你老爸老母已经甲你吃大汗啦。你今日还养乱女啦？你今日还帮手帮娇儿啦？哦，你今日还靠爹包儿啦？哦，你今日当家输心灰儿啦？这你跟他一样什么？结家啊吼！ 公司咧较牛吼，我这里仔足古锥个吼，迄叫做装可爱啦。迄、那、一个囝仔都敢若会晓安尼俩嘛？所以讲，饲囝有无？做爸母是天下第一功。这里、個、说的是讲，饲囝是完全无任何好,好处。若用经济学咧投资来看，饲一个囝是绝对了钱啦。那有可能讲咧，饲囝袂趁钱的，无啦。迄饲囝拢了钱啦。 因为哦，都要坚持一挂你的青春。刚刚讲青春，你要用甚物来买饲一个囝，让我生一个囝，都潇三年呢？想要潇洒你？因为即个囝仔要未晓讲话的時候，什么量的呢？哎呀，你是这个意思哦？啊，你好棒哦！迄侬家己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啦。迄侬家己咧算家己叫做饲一个囝哦，生一个囝就潇三年啊，即摆过来咧，学费、补习费、营养品，带伊去佚佗，搁带伊去出国。 迄钱呢？呐，总共安尼算起来吼，一个仔要娶嫁大吼，过了千万。啊，即钱了、哦，你个时间呢？你的时间无算。啊，你个青春呢？是一个囝，是的十八岁，十八岁，你嘛用十八年。即十八年是你人生上美好的十八年。现代人来讲，做老爸老母来讲，差不多是三十岁，合合理嘛吼？三十岁结婚生囝呢？ 可比讲，你三十岁生一个囝，三十岁十八年，到你四十八岁，咱讲一句叫做阿娘话，迄是你人生上水上美好的一段呢。三十岁到四十八岁，你拢咧创啥？你所谓精神拢总咧饲激个囝，哦，无怪有人饲囝饲到要起痟去啊，讲咱饲激安尼，伊个甲你,你,你,你不好，伊个甲你熬夜，伊个毋甲你讲话。 哦、你真正毋知系变安怎，所以饲鸡咧学什么？饲鸡著是咧学稳定。所以现代人已经商业社会讲我有啥咪好处？哦，我讲作弊饲鸡无好处；我讲作弊结婚无好处。你讲结婚系无好处，结婚有足多好处啊！哦，啊水电啦，啊即个网络啦，拢逐个降价啦，较未呀贵啊呢？是啦，有好处啦。你感觉为到即个好处，你是付出偌一代价。哦，系另外一个话题，咱今日毋敢去讲。 去见别人要讲着婚姻，讲着家庭，迄三日三暝汝拢讲袂了啦。我只有要甲汝讲，就是讲，一个人结婚绝对毋是讲有好处，结婚了个生囝，绝对毋是为着好处。上帝设计即个制度，是叫咱人爱学习上帝，就是吼、哦、爱做一个有稳定的人。稳定诶。到头饼伊也对的，就是自私。凡事只有想家己，我有啥物好处，我会得到啥？ 会了，未认，安尼卖好唔做，这个做自私因为你完全用家己嘅利益做出发点。上帝都知道，咱人嘅天性就是自私啊。所以上帝设计一个制度啊，叫做家庭啊。咱即嘛想要将这个制度，那想要变改啊。上帝讲，啊，恁人，恁也无做啥物代志，我创造恁啊。你看这花。 草，你出国观光，甲你收足些钱，我无甲你收钱呢。想是讲，迄钱是拢我头家甲你收钱呢？迄是拢是寡其他人甲你收钱呢？我拢无甲你收半仙呢？你无人机，啊个参加团，吼，啊个带饭店，结果看一个足美丽风景，所有诶钱拢是用伫咱家己用出来物件。若相对你看水诶迄种本钱，想是讲，哦，你咧看即个日出、日落。 你去海边咧算，哦，你咧算海水游泳，得一百到一百箍，你若去海水算是免钱。啊，我若若有妈爱收钱，迄收钱是咱人工收即个清洁费，哦、喔，还佫有一个救生员在甲咱看咧。上帝无收钱啊！上帝讲啊，我做即个世界吃水果嘛是白白互你，啊，你能力表现遮差，我无甲你计较。所以上帝是什么上帝？上帝是稳定的上帝。 圣经讲，上帝是施恩的上帝。上帝是，伊啊上界即就是稳定，一直上下稳定，一直互咱，一直等互咱啊。施舍就是讲，伊无求代价，拢全白白互咱安尼啦。上帝互咱人上界即啥物稳定，都是上帝，互咱足侪稳定，咱糟蹋即个稳定，上帝毋知系怎甲咱变面讲，你嘛想超过啊？啊就是、上帝互咱人足侪稳定，所以上帝讲，当一个人。 变做上帝之女，当一个人，你已经是真做基督徒，你爱学上帝，你爱做一个吼施恩诶人。所以、嗯、呢，恩主呢，圣经内面有另外一句话会当甲伊配合，叫做吼，好人比个人替较有福气。咱若讲起叫做施比受更有福，即、這個、大家拢听过一句话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你有通好人诶，比如好人替人诶。 较有福气，但是即在即个社会毋是，即在即个商业诶社会著、就是啊，什物免钱？有通退无？有好处无？吼、哦，大家拢想欲来念啦、啊。所以吼、哦，拢过年吼、哦，迄有诶讲要分红包啦，是讲啥物福袋啊，啥物老好康啊吼、哦，迄排队毋知排到倒位去啊。嘛有人吼、哦，你发即个救济品吼，发到欲念人咧烧怕，大家要抢嘛、哦。所以讲人类，咱诶天性。 咱是上爱，白此，白啉，咱上快乐，就是我有得着，我拢免付出代价。吼，安尼上改好，哦，这就是咱个文化内面需要改变诶所在。吼、哦，咱无比教育讲爱付代价，吼、哦，但是你若伫一个基督教诶国家时，因主先伊知影讲，我爱付代价。哦，世间无即个白吃午餐啦，无啥物物件是白白啦。除了上帝稳定，除了上帝组织个世间。 空气、日头、水，即种上帝白白好人诶啦吼。所以咱咧信上帝人，咱就知影讲？白白得到吼，咱咧白白系好人，但是咱咧一个好习惯。咱若有替人诶时阵吼，咱毋通讲白白替。你听好无？好人诶时，阵白白好人；，替人诶时阵，毋通讲白食白啉啦。你若有得到好处，你要回馈。吼，你若做一个愿意替出嘅人，正经讲。 你若有通互人，上帝自然著互你。毋通一个人干么咧？想要占人个便宜，一只讲干毋是讲啊？我有啥物好康诶？哦，这毋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诶行为。这就是圣经互咱诶一个价值。所以咱要温足吼咱知影讲，咱是稳定才活伫世间。上帝无甲咱计较，上帝互咱诶是丰丰富富。所以吾盲讲，咱嘛爱学习吼咱互人咱毋通计较吼咱来丰丰富富。 尽量有法度好人，咱就好人。响个即个，等下了，欢迎转来到三的节目。今日个重点讲上帝讲，咱现在已经和上帝计算的记录，吼，上帝百姓，咱来学上帝，就是咱的心中存着一个。 温足诶，一个心，啊，温足，逐个可能听无啥有所以咱简单讲就是吼、哦，咱无计较、哦，啊，我来吼无比较，即两项你会记哩、哦。上帝互咱足些拢白白稳定，上帝讲你来到世间就是稳定啊，你哪要搁咧卖完嘞？你会当来到世间行一逝，你会当看着即个花开，你会当听着即下咧唱歌，你搁会当家己有家己的娱乐，你会当去卡拉 OK 唱歌，啊、哦，你那甲足些人做伙运动。 哦，这外福气你敢知？哦，每一摆当咱摕手机、相机起来翕诶时阵，安尼切，迄、那个画面你敢知那是偌贵，迄种稳定诶？上帝甲你超足济朋友甲你做伙，上帝超一寡人甲甲你做伙，上帝超你诶亲人甲你做伙，所以咱若看着全家福，看到专家伫下翕相，你也有种足幸福诶一个感觉，因为迄是上帝极大极大诶稳定，哦，你毋通毋知。 所以咱活伫温垫中诶时候，咱会养惜福；咱活伫温垫中诶时候，咱会养吼降温啊。所以咱若一个人活伫温垫诶中间吼，咱毋通甲人计较啊啦。哦，既然拢白白得到，何必就甲人计较？而上天伊奈只好啊,教教啊，我那安尼唔通佮人比较哦，啊唔通计较讲啊，我好伊我都无啊，毋通心都较宽嘞。哦，你也当手中。 若有力量做善事，你著赶紧去做，即拢是咱过去咱拢圣经话拢把讲过哦。所以呢，你若去做诶时阵，吼，上帝自然暗中看到，上帝一定甲你报答哦。所以你若愿意去做诶时阵，吼，上帝足自然伊会风风火火，伊会加添给你，因为上帝做即个世间原本就是足些稳定伫等然，所以空气你永远你输未了。哦，世间诶水原本是有够哦。 大自然是一个足好一个天然的循环的一个系统哦。垃圾水吼、啊，经过大自然分解，又变清奇的水，又变清奇的水吼、啊，云甲水去到空中了，才阁变落雨阁落来，这大自然家己的循环。结果吼、啊，咱人家己无好好啊运用嘛，咱浪费水嘛，咱浪费水了，即嘛全球水会愈来愈珍贵，所以足侪所在因无清奇的水通洗身躯。 因为叫咱只，咱家己咧管理诶时阵吼败坏去，咱破坏上帝诶系统，所以你也知影讲上帝原本互咱诶稳定拢有够嘅，拢互哩免烦恼诶食物嘛是有够，迄敢若后壁种一丛树仔吼，迄果子吼，吼你拢食袂了啦。我阮一个朋友吼，因兜种菜瓜啊，伊讲，迄棵树啊，迄土地安尼细细底啊尔吼，迄菜瓜吼，迄逐摆咧发吼，我安尼发两百几条啦。 吼、哦、啊！即回忆，逐个分分咧，大家亲像，比如分分咧，拢只有剩啊！你看，粮食本来是有够，迄是咱家己吼生产吼过多啊！即粮食吼，拢浪费啊，食未了，拢浪费掉，拢丢掉去啊！这是咱诶问题。所以你要了解，讲你要有一个观念，上帝原本吼，即、这个世间是有够，你莫紧张，人先会去抢，惊无够，尤其吼。 咱即马讲台湾人来讲，咱最爱食即个叫做白飞啊。迄种看你五百、六百哦，即马较贵。较早是三三百外度，哇！即满吼，若要食较好，拢啊五百、六百，甚至有七八、八百、上千个拢有吼。你若钱交愈多吼，是毋是你愈毋甘管？你食来即马来讲，我要来食到本诶啊！吼，逐个拢变惜命咧食啊。所以即种店拢啊打一张纸，讲请毋通浪费，请毋通摕伤多。 食未了，但是咱人嘅心态都是安尼，咱惊输，咱惊无够，所以人个菜吼一个捧出来吼、哦，哇，哦那个家好神嘅，哇，安尼，哇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嘅，紧嘅，紧嘅，迄一摆嘅咧四袋五袋安尼，啊，空甲开刀顶，其实食未了，食甲背后吼，拢用逐个吼，用剪刀石头布啦，赢输嘅爱食啦，吼。食物件毋是享受啊，食物件是一种处罚啊，因为你摕伤济来。 咱、啊、必须食嚼了，之后大家来决定看什物人输诶，遮物件你爱要食嚼了。咱是食到即种程度去啊，所以即可见咱人诶天性，咱行无教，所以咱会抢；行无教，咱会唱。唱咧阮兜，我互咧食，因为零工万年我若无够。的时阵吼，我家己还阁有，即叫做吼无安全感。曾经讲，一个人信住了。 你有一个温助的心，恁谁啊？你会当无法度做较高，因为你有温助的心，是因为你的背后你有安全感。所以一个人若无安全感，伊无法度退出来。所以你看，讲圣经，你讲这些物件，拢连做会呢？哦，咱在讲一个人要下边别人，你必须要有精力。你话你精力内边，你叫有力量躺来下边，咱今日讲的就是讲。 一个人，你啊，先有一个安全感，你先有安全感，你才讲上帝和你拢有够。你啊，先家己即个心中迄种紧张吼、迄惊吼，你啊，先提掉，你毋唔只我都用文字。所以你若无毋惊，你无了解，若那干强逼讲啊对人较好咧，对人较好咧，迄根本就家己咧虐待家己，因为你根本就无想要对人好，你都家己食都无够，你阁想要拍官，你阁特别笨人。 你就根本就无感觉讲你是有在调通分人，人你无即个信心，你变哪有温足啦、啊？你无可能啦、啊！哦，所以当圣经讲，咱基督徒，你爱做一个什么困难，什么困难，请你要认真想，唔是上帝要强迫你做一个你做袂到的代志，唔是安尼。哦，圣经的信仰唔是种道德个约束，圣经的信仰。 咱这么金话单用一张手啊，用一个盆栽，你讲，迄是一种活命，哦，这是一种你真实有这种活命伫内底，你才做会出来。你若无这种活命，迄叫做打肿脸充胖子，都无只大科学甲的兴趣片先甲整起来，讲安尼，我看我肥无安尼。咱作条例过，所以信用是一种生活诶标识。 信用毋是你道德写作文写诶出来，信用毋是你背圣经背甲出好势，拢毋是。信用，是咱来去应用，才上地位。所以你生活中，你也是一个温助的人，你著是点点会好人，啊你袂去甲人抢。人讲哦，即卖来排队要摕啥物，我咱紧甲人排队要去抢，你袂？你机会你牛别人，因为一定有人有需要，你或者有需要人去摕都好啊。 所以咱新住人有当爱学习什么？寄传爱寄传，毋通什么代志，不拿白不拿，不吃白不吃，通安尼个想法。爱盖过，咱的文化是摕诶文化，你爱寄传。哦，我即款人讲送即个赠品，你也想，你若未用到，你就卖摕。哦，即无简单哦，因为咱的文化是真爱占便宜，啊，无摕无采。啊，无摕白白无摕。 迄是你过去作善诶，善了惯势啊！看着啥物都想要退迄厝诶吼，那仓库咁宽诶迄仓库较好听。迄有人厝内讲那资源回收站，你知？啥物物件都囤咧内底安尼啦。啊，乡来变安尼，咱就毋免退，咱嘛甲退啊，摕倒等来，囥喺厝内，咱比较比较安心。咱若讲毋知影多一间，我用着吼。结果十年二十年你都无用着。 即个人若是活伫温足的内面，伊就知影讲一定有无要紧，我即马好人，等到我有需要时，别人也会好我。心中有一个慈爱的心，任何好看，大家做伙来分享，毋是讲好看好让我第日落底啊！啊我我，我要爱，毋是讲我我我我，毋是安尼啊！即个温足的人是常常会去想着别人。 看到别人好，咱就替欢喜，这是文字；相信上帝的恩典，咱也操练上帝的恩典。虽然上帝，咱做父母，就是练习，咱来摕出来，哦，咱来互人。所以做父母会帮助一个人个性会改变，因为你有咧饲囡仔的人，绝对比即个毋捌饲过囡仔的人，对生命的体会会更较深一点嘛。因为做父母付出。 太侪太侪太侪、哦、但是这个系统上帝设计，和咱学习，咱来做一个稳定、好人的人，咱来有一个有阻碍的心，常常体贴别人的人，哦！所以，每每一个朋友透过咱这个系列的讲解的物件的时候，哦、对咱的人生观，哦，对咱的生活方式，也带来一块改变和启示，后接请继续收看，多謝,谢。 十两倍、十两百，可仪，十两、欸、倍。啊？嗯，啊、我讲吼，你安尼定定咧看迄圣经啊吼，啊我即马甲你问者，恁迄阿扁的迄内面哦有足多人的嘛吼？啊，足多人的，你从遐内面看有啥物圣灵吼，啊有做啥物宽宏大量嘅代志吼，哦、啊你讲一来，给我片方子。我安尼哦，喔、嗯，哦这。 作穑哦，你看这圣经一本有无？哦，这大本。免讲啊，这啦，我甲你讲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依你对圣经的了解，哦，啊，甲我对个人哦，我个人啦，吼，我对我即个人，吼，啊，你有啥物想法？啊，你找一个吼，会当甲我比的，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耶稣莫家算啦，因为耶稣伊神嘛，哦，对无<吧>吼，哦、你找一个讲喺内面咧圣经的人，凊彩甲我比者，看比会过无？来来，你讲。哦 要、嗯、比这个慈嗯，宽宏大量，嗯、啊，哇，哈，有药性经，有一个人，有人哦，这个人哦，他是安怎哩在哦？嗯，一足好的一个人，伊也无做啥物唔对嘅代志，嗯，但是今年最后，害家己嘅哥啊，你讲出名，嗯，未去到埃及，后来呢，这个药性。 有原谅因哥哥？小蛋，小等。小说：“你讲的因是亲情嘛？系啊。啊，你是毋捌听过亲戚卖计较吼？啊，这是什么类啊？啊，怎么跟我比一个卡毛？啊啊，我我我比一个新药的咧。哟。迄新药的药，宽宏大量啊。主笔哦，主笔哦。伊耶稣的学生啊，叫做彼得。彼得。伊准甲耶稣面头前讲，耶稣。嗯。 啊，我这朋友吼有够歹斗阵啦，嗯，哦，已经互我想起七百，我已经原谅伊七百，安尼我是毋是作宽宏大量啊？安尼啦。哈，七百？啊，七百名了。而已而已喔、哦，啊，当我交你这个朋友，哦，我原谅你，最起码嘛七十百以上啊,啊。啊，啊，当彼是要安怎比？我我感觉免比啦，因为吼、哦，这比来比去吼，拢比一寡死人，哈，迄嘛无意思，吼。哦哦 我我只是讲哦，我是一个足有爱心的人，<好>啊，我是一个足自悲的人，这我拢了解。啊，我的意思就讲、是，因为你阿妹的啦，啊，我拢拍实甲你讲。哦。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活菩萨的<哈> <laughs> 啊。啊。啊，这、啊、这你是到底做什么了不起的代志？安尼，自己都会感动到自己哦、啊，这不简单嘞。一般的人咱、哦啊啊、做在是感动别人嘞。 一个人会当做一个慈悲的代志，会当到感动家己的程度，那是无简单的。阿伯，你讲，你拢唔知啊？我若讲讲完这个故事哦，你会咪再闹袂离哦？安尼哦。有一天啊，恁家迄迄落饭厅啊，啊一只家蛇啊，啊就扫扫扫扫扫扫扫走走走走走。哎、哦、呦，我的目睭安尼放紧紧放过去，啊<蛤>啊，好伊吼，转安尼娃娃去，阿拢莫甲伊怕死呢，因为我唔歹势甲伊怕。 因为我惊伊哦，是你前世的人的相思啊，小弟啦<蛤>！啊！我拍死伊哦，惊对你交代袂过去。啊！你看我有自卑无？安尼就是自卑哦。嗯，这个人自我、喔、感觉实在想好啊吧。嗯。